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是我不是我，不关我的事。说，为什么每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戴？你是不是真是偷窥狂啊？我哪是啊？我哪知道这么巧？明明是木凡打给我，说我货物要送啊。后来到的时候也是心安，叫我直接进来，我就进来啊。我又不是故意偷看你换衣服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先推给木凡，然后再赖给心安。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负责？负什么责啊？负责栽培啊？你不是来收件的吗？哦对哦，那请问货物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什么？就是我，赵克柔。你？请问要送去哪里啊？送去有宁焕宇的地方。努力勇敢去爱，幸福的节拍，一个人跑不快，两个人精彩。可是这是公斤以上的东西，是拒收的说相信爱，跌倒不算失败，原来你是最美的意外。努力勇敢去爱，幸福会存在，坚持最后一定能够拥有真爱。送到医院，安全工作交给你们了，我跟你去。我也是。不要，我上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先冷静点。哎，你先冷静点。哎，你先冷静点。海空。很壮，千万超越。克劳，克劳，啊，啊，哇，哇，克劳，哇，克劳，等一下，拍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跟你去。我也是。不用。我去就可以了。哇塞！哇，六十！哎呀，大家就不要再取笑婷妮的身材了嘛！拍摄至今，我们看到婷妮的身材确实小小的走了样，这里面可是有天大的苦衷哦。话说，咱们婷妮在本剧中总是逃不了吃的戏码，不管是开心的吃、生气的吃。还是难过的吃，为了求真实性，导演都会要求婷妮来真的，害得咱们二公主在拍摄现场天天喊着我要减肥。看，哎呀，双下巴出来克柔，你不要走那么快了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不吃早餐，那我们就吃午餐好不好？很想。这叫做风流啊，不对不对，这叫做下流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叫一向淫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这么大，大力啊！
发表会都还没有结束，等结束再说。真香。谢谢贝哥，不好意思。不知道你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你把身体搞坏了，到时候我要死。哎，像那边一整排那个地方，他也是要放衣服的，有没有？像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好，准备下班了。那我们讲到门口的地方，我希望招牌的名字是坐在那个门的地方，哦，就是李晨曦和赵克柔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欢迎光临李晨曦和赵克柔的第一家服饰店。哇，这么大啊！就高了，白痴。在迟疑，努力的我保持镇定，努力开拓话题，最后却溃不成句。为什么如此的美丽，深刻的落在心里最温柔的哭泣，每一天无法不想你，连闭上眼。